国际服玩的香菇儿，没关系，你有好好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好儿，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旅途天赋大概是怎么点啊？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怎么点比较好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。那首先呢，我注意到，这个赛季有一个点蛮特别的，这里，好，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好了，你们也可以比较容易的看明白。这东西要告诉你说，你的地图里面不会找到圣甲虫，但是你会获得20点的这个点数，就是旅途点数。那这个点我觉得是前期你一定要去点的点数，你后期再把它点掉去打甲虫，就我觉得可以。但前期我觉得甲虫没有那么重要啦，就可能前三天、前五天这样子，没那么重要。对，所以这个点是一开始是直冲，所以我们的点数大概会是长这样子吧，左边比较好。这边也可以，这边其实看你要不要啦，反正前期大概会像这样啦，就是一路点上来，点到这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往左边去延伸20点。这边我们先不要看，左边延伸20点去点到这个破坏性游戏，加上左边这个深入探索，它是当你的地图怪少于50个的时候，那个王会比较厉害。因为我们这次要玩的流派其实打王蛮厉害的，对，所以我这样点是我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啊。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，就是我这些网我都打得赢，然后就算有强化过我还是打得赢，所以我就会这样点。然后再加上右边的这个去白嫖一下我们这季新的卡塔利娜，他会掉那个提斯艾斯令的通货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那前期就是点到这里大概花了十几点吧，19点左右，然后20点就是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，刚好你这边获得了20点，你就可以直接完整的这样拿到。那拿到之后呢，因为我们是走打王流，所以我左边会先来，左边这边有地图的首领会有28区，有两个盗贼，就是我会增加，因为我要打王，然后我要去增加一些掉好的宝物的几率啊，所以我这个会去点。对，然后再来呢，你就可以去走你想要的机制，像是罗格我觉得很不错，所以你而且罗格其实蛮近的，你会往下走，然后去点罗格在右边吧，这个 rog 你可以点 rog， 然后顺便点个丹尼格，这样对吧？你可以这样点。那新的机制呢，我听说下一季不点就输了，所以我自己原本的规划也有点啊，我把我的规划讲弄出来好了。我原本的规划是长这样子啊，我自己的规划，然后下面这条线是可以拔掉，这是到后面后期的时候会有135点的时候，哇，大概玩到第三四天的时候吧，应该会长这样子。我自己，因为你再来之后，你打到红图之后，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地图都点一点，那你就可以疯狂去打王，甚至卖地图。卖地图感觉下一季的图应该我认为会蛮好卖的，因为邀请什么，其实好像也还好，对，那还行啊，反正就这样子。这样点完之后呢，我就会点这个恐怖之门这边点一点，配完之后去配左边这里，我都把它点一点，就是新的机制。我自己是想要很，我自己是很有意愿去尝试新机制掉的奖励什么的，所以我会去点新机制啊。然后还有加上一些炸粉，就是补足一些经济来源，炸粉呢这边都可以点，都把它点满，然后就很简，反正就很简单。这三点是一定要点的，因为你会去打图。那你点到这边你就会觉得说，其实差不多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点大概是花了几个点，大概花了92点啊，72张图，那会长这样子。然后如果后期你有什么新的花样的话，你再把这个是什么，就是有20点的这个东西，你去把它点掉吧，你就可以去玩别的新花样，因为它不能掉圣甲虫给你啊。那你大概三五天你有钱之后把这个点点掉，然后你地图上有一些 3% 的，有没有 3% 甲虫的这个就会起，就有效果了，你就可以把这边点掉。那有些人就会问浩哥说，那我前期这一套直直往前打的这一套，就是一直在打王嘛，打地图的王，然后世界给你的王，然后会有奖励，这一套怪物要到50以下，我这样刷图不会很便秘吗？那我们昨天在直播的时候也做了一些功课，然后有稍微去找一些图，看哪一些图是比较夸张的。对，那我把它一起分享给大家好了。我觉得，不要只有我独享啦，就是给大家，因为我们是十张图轮着刷的，我不确定说同一张世界可不可以一直刷。除了剧毒灵骨啊，它比较特别，哇，不要别的颜色，它特别点在于你可以一直刷它，你只要不打那个蜘蛛的话，你就会一直刷这张的王，这样。对，那其他的图就是你要把王打死啊，
那打死之后世界就不会再帮你见证这张图了，所以你就要换一张图，所以变成说我们 T0 的图跟 T1 的图是比较好的。 T0 的图是什么意思？基本上它是一直线的，它的图是一直线的，你就一直直走，那你的怪就可以把，因为我是玩召唤啊，我的怪就会把 路径上的所有怪都清掉，那清到最后呢，大概只会剩个30只或是十几只怪啊，我们十几只30只都没关系，因为反正只要低于50只，这个点是低于50只，那就没关系，那我们统帅之巅就很无脑，而且打得赢就打得赢，如果你有照步骤去弄你的装备的话，其实你是打得赢的，对吧？拜托，73等就打赢牛头人了，怎么可能打不赢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比较重要的是哪一张图，我看一下，围城巷弄会有一些 小小的分支啊。那这个动员小屋为什么是 T1？ 因为他要去开门啊。其实我觉得他是 T0.5 啦，那只是他的王出来的时候需要等一些时间，就是你会觉得干，我要等那么久，等那么久才可以，那个我船长才会下船，就很靠腰，对吧？那血腥沼泽吉原冰帽，他稍微要绕一下，他稍微要绕一下，就是他中间会有一圈要绕一下，反正你就绕一下。那毒牙海港。主要海港是比较宽阔一点，就它比较宽阔，所以你要左右左右左右走，对，而且有时候会迷路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有人跟我说会迷路啊。那再来就是晴空幽岛，这个还不错，晴空幽岛其实也算是一直线的，它就只有前面稍微要 Z 字形或是闪电形这样走而已，但是后面就还好。那这三张就不用说了，这三张可以说是我昨天刷起来最爽的图，就是因为我昨天有测试，这三张是最夸张的。对，那后面这篇就是比较烂一点的。有些人会说，浩哥，你这个尖塔为什么会排在 T2？ 他不是有要那个护理师吗？为什么他是 T2？ 因为他其实还是有点难走了，有一点点难走了，对吧？其实中间有个 T1.5 的选项啊，我只是没有把它列出来而已啊。这个大概是 T2 左右，那兽巢穴也差不多是那个概念，就是比较难走这样。那露台花园完全是废物图，希望大家不要去刷这个。那因为昨天有刷的其实也不多啦，因为昨天是跟很多小伙伴一起讨论都哪几张可能好，哪几张不好。对，那如果有没有讲到的 T0 的那种直线图，下一季会出现的哦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一下，就是有直线图，然后下一季会出现，不会说浩哥明明不结教堂也很屌啊，不结教堂它就是虽然很屌，但是它是两边走的。它不能让你的怪是低于50只的，你要打一圈然后再绕回来，对，所以不结教堂我们就不考虑，好不好？对吧？啊，你下面要留言要告诉我一下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图我也会发给你们啊，这个东西我也会发给你们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，看你们有没有要抄我的啦，你们去抄别人的也可以啊，我只是告诉你们一个概念，是这个点很厉害，那你打王也很厉害啊，机制你自己随便填，你不一定要填这个跟我一样的机制，你不一定要炸粉，你也可以去打什么，这叫什么 ？Reach 裂痕，你可以去打裂痕，裂痕感觉下一季也不错啦，你走过去，他一只手就帮你开了，就走过去就开，走过去就开，还行啊。好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